但 CSGO 现在好多人看哦，快对啊，五十我今万。天看那个 CLG 打那个谁，啊，40几万人，超夸张，最夸张的那一种。我好像真的要去买新麦，要不然我有一天真的会被观众给骂死。来，先我要开始喽。来，Go carry 这把。好喽！我想把你那个灯拔掉啊！你真是针对那一种哎、欸，是我拔掉，这是我的头哎、欸，要再点燃哦！露出我的小头，露出半个龟宝宝。我等一下还不帮你吹一个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哎，你们为什么都在这啊？你们两个智障情侣！我们跟着你啊！白痴啊！我要被入侵啦、啊！哎、欸，超危险啊！你看你这个下路连个防御都没有，是蛮厉害的。才是，简直最扯哎、欸！我点啊！我点啊！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，慢慢，慢慢。boss 最紧张。不是哦，你们连站都不肯帮我站，我红。你站这好不好？你要杀我就杀我，来来来！别别别别别别别！来啊！真的超疯的。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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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可以啦。要勾早就勾了。来啊！没事嘛。对嘛？紧张个什么？队长就是神经质哎、欸。紧张个什么？请问剩一等打那个蛤蟆会打很久吗？我带全攻速，感觉就可以把他打死。蛤蟆比那个狼强很多。我知道啊，可是胜就没有。蛤蟆，我觉得你三狼比较好，我觉得应该是打不死。蛤蟆打死。蛤蟆应该打不死。蛤蟆是最强的。蛤蟆不是最。我帮你一个那个了。好啊好啊。因为胜没有 AE 啊，其实打这真的很单。我感觉就要打超久。我觉得我刚差点吃到。没有，我有看。你又有看的。我有看啊。应该是起这边。哇！哦，有这个。还是在打五一九，错了，我不该打这个的。还好啦，还是赚了。赚到估计是两只小兵。这个射击也是不太会啊。不大会是不是？我没有盾哦，你小心。我打这个，我早知道不用起断盾了。啊，会玩的角色都被弄光了，怎么玩啊？那我们先上二喽。哇！哈哈哈！那我怎么已经要死啊？好痛啊！傻笑一姐。我们刚刚他是推过来的啊！哇，这天然炸欸，你们这两个！我操嘞！哇，天然炸欸！我要炸掉炸掉！敢不敢等我一下？什么没什么没闪什么没闪？你太慢了！你他妈我才刚吃完双霸，你跟我说我太慢？什么没闪？我应该要闪那个弓。不太妙啊！这射击演的蛮会的。你说他一开始空一眼，最会往后拉欸，那个动作，嗯，没关系，至少给他压力。蛇破没闪，蛇破没闪，蛇破没闪。哎，靠背，靠背，跳原地。这边有一颗头，来把它点掉。他头飞好快，我追不到，追不到他的头欸。这题出的怎么样啊？妈，最难解的，最好是开局零三呐。中路有教什么吗？中路有教点燃、闪现，好像没有教什么。好，好想打掉那颗头啊！头一直在飞。
Jungle 在上，这边有这边有红眼呢，那边插红眼。干，我们吃不到兵啊！就像我们二打二会输哦，我整个拉掉，你要小心右边。我们二打二会输。你要拉掉哦！你要拉掉哦！我不是叫你拉掉了，干你娘！哎呦，对，哎，你这是来开玩笑的、欸？干，没有听过不听扣的中路哎、欸。听扣，我们听扣来下路。最扯哎、欸，下路不要、啊，他往下靠了。你们每一条线都劣势，我根本就不能做事。等一下吧。到智商。我现在只怕他进来撞我啊。这个要守，这个要守。Moss， 你可以啊。我可以过去，可是。Moss，Moss。不要打起来，不要打起来，不要打起来。我不知道这边还有一个人啊。我要死啊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不是啊，你们。那怎么还有一个那个啊？他一定在啊。他一定在啊。最难打哎、欸，你们这把。不是，他一定在。他一定在，一定在，一定在。他从中路这样 gank 完，然后就往下走了。我也讲了下路要小心了。好嘛！我操嘞！对不起嘛！这、啊、有可能会被带回。快到喽！龙系的本命英雄没法吐一脸，这要怎么办？对面这个暗影刀组合有点猛、啊。中路炸啦！被打死一次送两波进去，哇！哇知道了，中路最高，打野的差距、啊，打掉啦！打野的差距啊！妈的，跟他讲要靠了！干、欸、我他妈又漏兵，这也蛮厉害的。这英雄我大概英雄联盟出以来，我大概玩过两次了。打我打我打！打死他！好。伤害怎么样啊？看来那牙术，看来那牙术不一定是在听实况，他有可能只是因为他很擅长牙术而已。因为他打的确实不错，然后 skin 也有。好。谁他妈是 DS？ 家里是有心愿是不是？打不过啊，打不过啊！我真不会玩这种没进攻性的英雄啊，烦！这个不止我在出题啊，上路也在出题啊！妈的，还不给我解题的机会！玩了四五十场的菲欧拉，你叫我怎么玩的啊？中路不见，我有治愈了，闪他28，闪他28。哇！哇！刚好脚闪嘞，好闪呀！我操！我队友打不过来，算了，下路没机会。英雄怎么烂啊？只想玩菲欧拉。我们现在这个鬼魂一打到就会直接露头啊！这边有眼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你有换少眼了吗？你们下路太崩啦！你们下路直接没有换少眼，很崩啊，直接被杀三次。因为我还没有那个眼石。那他直接就掏眼石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做事。没有来喽！好，我炸！要炸谁？要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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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！感觉杀不死。我他交闪现。不能啊！我操！可以去给他勾吗？是钱钱。来勾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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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中路有一波，我直接帮我打。什么啦？他妈会被他单杀、啊！
他很肥哦，我养的哦。剪刀。哎，我什么时候点来了？哎，我也忘了。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因为他想玩牙术上，所以才把菲欧拉变掉了嘛，因为牙术打不过菲欧拉。小龙，吃完了啊？有吃的，感觉那个在附近哦。一定在下，一定在下。他们刚吃完龙，他们刚吃完龙。哎、欸，不要出来啊！我想哭。我不会死哦。我回去游戏啊。他们就不会在这儿。我他妈最难了。这游戏是真的蛮危险。哇，好惨啊！他来说的说。他，我是没看前面的。每次做就是一只龙。到你啦。没办法。哇，六级对十级耶！我简直是看到他，我都真的是想吐。他妈的，干，真的不会玩这种烂英雄，受不了。头上有蜘蛛欸、啊、上次厕所那一只，真假的在你头上？超大只，对，我头上。我以为是说摸死那个。吉祥哦，吉祥上来哦，扣吉祥上来。他在对线啊，他在游戏中哦。吉祥，超哥，哇啊！他等下就跳下来怎么办呢、啊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要退了，我往中靠，中不了死。我要换掉了、欸，哇，吉祥换掉了、欸。哎、欸，那个雷克炸超软，其实可以等一下集火他。是攻击装对不对？那攻击装。嗯，他出攻击装。你们在打下路是不是？射雷器可能过去了。可以飞啊，但是飞了会掉。干了，那射有大吗？有，但是我一飞就掉上了。要开喽。哎。飞吧，要飞我，飞我。啦，被你。好，我往上靠。即将可以往上靠吗？你打得赢他吗？我上你。好。刷掉。我真的没办法。哇，碎痛！啊！谢了。哎、欸，那个蜘蛛。这个帅不帅？单挑打不赢啊！我。哇！他脚踩！我。想说你们说要打，我就超过来，你们就过了。哎呦！他脚闪亮，我应该是没球。你的病。哇！你被跳点燃了。在后退。我干干被 Q 了。杀龙了啊！你本来不会死的，好像。又没点燃。我点燃点不死你啊！我擦个眼会不会死啊？我啊！克里斯塔六二。哎，那个蜘蛛真的比内内还大只哎、欸。他还在你头上是不是，在我头上啊！你把他甩掉啊！怎么不是在我？不是在他头上，头上的天花板上。他移上去了，他移上去了，随时随地都会再下来哦。怎么可能是粘在他头上的？粘在头上，那粘在他头上，他就不会打了我。我还会再打喽，也是蛮厉害的。我也在想这件事情。这边有一只眼，我再往下靠，。我要走，我把它推到你旁边呢。跑掉吗？这样又大。他残血嘞！哦，啊，被拖了！啊，有治愈！不行啊，还有治愈。蜘蛛真的很可怕哎！太惨啦！这也是证明了职业选手不能只会一只英雄啊！啊，你又死了！
刚才被 Q 死的那一瞬间也是无限心痛。哎、欸，猫屎不要掉下来哦！我忘记得那边靠。你是蜘蛛？你要死了啦！掉下来哦！上塔掉了哦！我有大是有大啦，不对，我五秒到大，五秒到大，五秒到大，不要被我骗。他们在双塔中嘞，那你打吗？可以啊！打！哎呦，又有人、啊！最好是还有 jungle 啊！我要死了！炸不死，炸不死，炸不死！炸不死！六！哎呀！哎，那蜘蛛洞哎！干 boss， 你赶快停在原地哦！你这个玩蜘蛛的，他还没活。啊！什么烂英雄，受不了啊！太惨了！啊！大家再大家再撑一下，四分钟过后。不是吧？这样也要杀？对面会不会太多点燃啊？看到你在失温啊！三一点燃。Nice， 有没有？摸的怎么样啊？大智上线，接快了吧？不要太在意。没投送哦。哎、欸，那个雷克萨哦。两秒投送。记得你小心，在那塔山。来靠我，带带带靠我，带带带！不要走了，我有逃风，我有逃风，经常会逃风。谁吃小龙？啊，对面。不然我让他 AD 跟那个辅助。哎、欸，那个蜘蛛好可怕。但可是你不是乡下来的孩子吗？啊？你不是乡下来的，不怕吗？不是哦。那个他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掉在我头上，哎、欸，这样不害怕也是蛮猛的。正常方的话，我以为你是乡下的孩子。你这脸，我刚刚怎么在这？盾盾盾！我已经给你盾了。他会死，他会死，他会死。可以知道，可以知道。哎、欸，干！我跳不过去。啊、你太早下来了。不是，我要跳过去的，说。卡到墙了。我为什么跳不过去？对，裁判说说。他没，他没一，他没一，他没一。哦，有哎。哎，我还死，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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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。我还没死。牙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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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牙叔。啊！我要。三秒到，到我三秒到，大吉祥，准备。不用，不用给他打，他死定了。碰到牙叔。哇！最肥的牙叔。错错错错错。老会利用这个节日的。变二六二了。哎，这只这在干嘛？这只。我差眼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刚刚扣下？各位，我们还有一分半。啊！这个瑟雷西啊，救人哦！干死！我听到你叫吧，镜头移过去，你已经死了，我没有办法。哦，但是有病啊！这个有病啊！被杀成 DB 二啦！秋也不是这样秋的、哦，到底在发什么疯？那就有病啊！不是牙叔，牙叔就算了。他还在你头上吗？他没他还在我头上啊！那我上去帮你弄好了，反正至少应该走远了。对啊，头你要你帮我弄，你上市民就不敢。可是他现在在你头上，我还是要把他弄走啊。好啊，不然晚一点就在你头上了。没有，等一下就在你头里面。头里面是哪招？人的头上面也是有蛮多个洞可以放进去。哇，直接秒哎、欸！哇，
幸好不是牙树杀的，我没有内疚。哇干！自己的罪自己承担。如果是牙树杀的，我就会很内疚。但幸好是在他的，我感觉就略微安慰。哎、欸，观众说把他赶到 Moss 房间呢、欸，我觉得这提议还不错。那假赛呀、啊！像这样。我好奇扎根到底是像哪样？他们怎么没打死范哥？要投降吗？投啊！你可以把那个鸟鸟，把那个蜘蛛给弄一弄啊！啊！鸟鸟为什么刚是鸟鸟？这里有一只鸟，这里有一只鸟，因为我刚刚在打四鸟。有一只鸟，我刚刚在打四鸟。这边有一只大鸟。绿色的鸟。抱歉，这题出的太难了、啊。我的问题有问题，我上路真的玩太多 fail 了，我什么都不会玩。然后，而且对面那个，看他摆明就是针对我啊，实在太鸡巴了。如果我被蜘蛛咬死的话，你们会记得我吗？打电话，如果你被蜘蛛咬死，反正过一会就会复活了。啊，真假？啊，什么东西复活？等几秒钟是不是？对。好，我不能打了，我老婆要休息了。